早咗喎，反正仲有时间，不如四周围行下先。唔该。呢张就系去渔民文化村嘅飞啦。由南丫岛索罟湾坐驳船嚟到渔民文化村，喺呢度可以参与多项同渔民息息相关嘅活动，除咗可以一尝钓鱼嘅滋味之外，仲可以参观一下文化村里边嘅展览馆，里面有各式各样渔业嘅工具，趁呢个机会认识一下渔村嘅历史。参观完展览馆，不如喂下鱼啊，睇下鱼群抢食嘅情况几壮观。嚟到呢度最难得嘅系能够同海洋生物有零距离嘅接触，仲见到好多从未见过嘅鱼添。呢度嘅工作人员个个对鱼类嘅品种同埋习性都如数家珍噶，听完真系好似上一堂海洋生物课啊！喺入边啊，见唔见到啊？有个 B 墨鱼啊！实习完毕，等我哋登上一艘真正嘅渔船，实地咁考察一下啦。咁咧，其实葫芦咧喺渔民嚟讲，尤其是澳门一带嘅渔民咧，好重要嘅。点解？因为澳门嗰边咧，海水颜色系咩色？泥黄色嘅。咁变咗咧，个混浊嘅水咧，好难见到水底。如果万一有小朋友跌咗落去咧，你就算落去水里边系搵唔到。咁所以嗰边啲渔民咧就会绑住两个葫芦啦，好似孭带咁孭住，孭书包孭喺个背脊度咯。咁当万一个小朋友跌咗落去咧，个葫芦又浮嚟浮紧上水面，形成一个浮标标记。咁当你见到葫芦咧，知道小朋友跌咗落个位置。咁难得上到嚟渔船，就睇下佢哋居住嘅地方先。首先呢一间就系花仔房，跟住呢边就系花女房啦。而花仔花女嘅意思，即系未结婚嘅男女咁解。咁咧，头先咧问佢咧，佢话咧花女房咧通常都系喺个船嘅入边。点解咧？因为佢哋近个厨房，咁个厨房咧花女咧就系要负责煮饭，而花仔咧就系负责捉鱼。呢个篮咧就系花女平时用啦。咁佢哋要即系暖衫啊。以前咧嗰啲渔民咧就系会用呢啲嘅枕头。即係好似我哋睇咧電視劇古裝嗰啲咧，咁就係咁樣樣，好似一個紙巾盒咁樣。咁我都係第一次摸啦，咁個感覺係好硬嘅，即係同我哋而家瞓嘅枕頭完全兩回事嚟嘅。喂，黃牧師，我到咗啦，不過唔見你嘅。我喺边？我喺码头附近咯。我头先去咗渔民文化村啊。吓，乜有两个码头嘅咩？你识咁住咧，啲人多少集中呢度啲啊。带你行啦。好啊。今日琪琪就约咗中华基督教会林马堂嘅主任牧师黄常教牧师。黄牧师自2008年开始嚟到南丫岛牧会。2009年仲搬埋入嚟住添，因此佢对岛上嘅风土人情都有相当嘅认识噶。琪琪啊，呢间熟食店咧系我哋教会会有开噶，系啊，系啊，主要系食嗰啲健康嘅新派嘅熟食。好啊，我都想试下，不如去试下咯。试下，呢一间叫做龙舍嘅餐厅，英文名叫 Green Cottage。顾名思义，地方细细，不过装修同埋布置咧就好温馨同埋舒适啦。里面一系列嘅石墙同埋座椅，真系有啲希腊小屋嘅影子噶。坐喺度食个健康餐，度过一个悠闲嘅周末，特别有一番风情噶。
呢度嘅老板鱼仔都系林马堂嘅会友嚟噶，所以黄牧师一得闲就会嚟呢度食翻餐。你好，主要我哋都是素食嘅，咁就有啲係有機嘅材料啦。依兩個是值得去推介俾你哋嘅。一般你喺出邊食嗰啲千層面咧，都係會用嗰啲肉粒嘅，係咪？一啲免治牛肉啊咁嗰啲。咁今次我哋咧就將佢轉變咗，就做一個素肉粒，一層層嗰啲咧唔係用闊面嘅意粉，咁反而我哋咧就將佢做咗一個薄餅形式嘅，入邊有蘑菇啊，有啲自己做嗰啲番茄醬啊，咁一層一層，咁上邊就有啲鮮蘑菇，有啲芝士咁焗嘅。咁另外一個咧就素漢堡，咁因為漢堡咧入邊咧用一個好大隻嘅。荷蘭嚟嗰啲叫 portobello mushroom 代替咗嗰啲一般嘅漢堡扒，咁旁邊嗰啲咧我哋都係健康為主，所以我哋都唔會炸嘢嘅。另外有啲洋葱啊，有啲芝士咧喺入邊焗嘅。呢個沙律咧就係有一個棕樹心，白色呢條係棕樹心，咁紅色呢個就係紅菜頭。棕樹心咧唔知道你有冇食過咧？冇啊。冇試過，咁我可以試下，係棕櫚樹最嫩嗰。個心嗰部分咧就攞出嚟嚇，愛做沙律嘅。唔阻你哋咁多時間啦，慢慢享受好唔好啊？唔該曬，唔該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快啲試下啦，我哋。哇，你睇下幾大個菇？誒，琪琪點啊？你覺得啲味道點啊？好食啊！我覺得都幾似真嗰啲肉碎嗰啲千層麵。南丫島呢度酒吧林立。又有各式各樣的國國美食，還有很多特色小店添。點解佢會吸引到咁多外國人嚟嘅咧？其實咧，南丫島咧都幾有咁嘅綠色嘅小鎮風情嘅。可能乜原因就好多外籍人士一般人嚟住啦。咁我哋嘅教會喺南丫島咧係唯一一間嘅教會。咁所以我哋都要開始諗下點樣肩負起關顧外籍人士嘅使命。琪琪啊，嗱呢間就係我哋教會嘅最嘅點嚟㗎啦。哦，原來呢度。係啊，我哋禮拜三有長者歡樂天地啦。長者歡樂天地。咁就一至六咧有幼兒中心服務。係啊，咁就有啲外籍人士啲小朋友。即係啲爹哋媽咪湊佢哋嚟，咁樣就放低佢哋。咁就有時多數幫佢有啲茶點啦，有茶點遊戲啦，同埋教佢又讀讀中文。都幾開心喎，其實。係啊係啊。可唔可以同佢哋玩㗎？可以，你可以隨時嚟幫佢哋。甚至教中文添，咁犀利，系啊，好啊，咁啊，睇下，好啊，好啊，快啲。呢间叫做聚脚点嘅地方，其实系林马堂嘅一个服务中心，日间为本地同埋外籍人士提供儿童托管服务，仲会透过唔同形式嘅游戏活动，教外籍小朋友讲中文，帮助佢哋融入社区添。咁佢大，佢啲小朋友个个都好活跃咯，同埋我感觉上就系即係呢個 playgroup 同埋出邊傳統一啲嘅 playgroup 當中咧，我覺得佢呢度就係多咗一啲基督教嘅元素咯。咁譬如會再唱一啲嘅中文歌啦，亦都咁變咗其實係有一個中西嘅文化交流啊。咁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對佢哋嘅成長咧，其實好緊要啦。尤其是佢哋喺香港，即係感覺上佢哋喺呢個好樸素嘅環境度成長當中，其實佢哋嘅思想啊。佢哋嘅即係嘅人生觀，我相信我覺得會係比城市人簡單好多咯。喂 ，Thomas， 借嚟用一下先啦。下一集，琪琪同大家上山下海，先去海灘尋下寶，掘下蛋，然後再去一個山莊體驗農村嘅風味。下一集，區區有食堂，我哋繼續小島可怡情。